从凯里万寿宫出发，经过东门街，准备回旅社。这一路上啊，有很多这个凯里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小贩啊，在卖自家种的蔬菜。这一条街生意很兴旺，居民都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。这边有卖西瓜的，包田，还有居民在这边纳粮。看到个算命，这是少数民族的风俗啊。鸡蛋20块一板，那个18块的。这里有卖水果和蔬菜，黄瓜、丝瓜、辣椒，捆一捆的大蒜。他们很辛苦啊，这么热的天啊，这个在外面都晒着。黄瓜、葱，实在热的不行，到楼下商场里面去避避暑。那老板不让拍，那就不拍了。